大家好，我是黄文瑞老师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上的课程呢是艺术投资的新方向。讲艺术投资啊，基本上呢，它有几种不同的投资的渠道。那最常听到的呢，就是艺术基金啊。那今天呢，除了艺术基金啊，待会我非常概略的介绍一下啊，艺术基金的一些基础的这个结构，还有包括呢艺术基金产生的一些问题啊。那最重要的，我要提一个新的啊，这个投资的概念，就是有关于艺术品呢作为定额资产管理啊的一种投资方法。那最后还会谈到一种啊叫艺术品呢作为资产配置的一种可能性。那先谈大家比较熟悉的艺术基金。过去几年里面，我们大家也知道说，艺术投资啊，在整个艺术市场里面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题目啊。那艺术投资呢，在这过程当中产生了非常多的纷纷扰扰。